李宗伟2018年南京羽毛球世锦赛五项比赛的赛程已经于近日公布。中国选手方面，男单签运不佳，四名国羽选手扎堆上半区，两大夺冠热门李宗伟和陶田贤斗全部在下半区。女单方面，陈雨菲和何冰娇分列上下半区。以下是本次比赛的男单下半区详细签表。第一轮、第二轮、第三轮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、决赛，阮天明越南，莫里尔斯比利时，塔农萨克泰国16，安东森丹麦，瓦波尔奥地利，拉尔土耳其，普奇塔洛夫乌克兰6，陶田贤斗日本，斯奇埃菲尔德国，维廷胡斯丹麦，科尔尤宁芬兰15，苏吉亚托印尼，佩纳福尔西班牙，板井宜江日本，普拉尼斯印度4，孙婉虎韩国，兹贝尔曼以色列，塔努阿拉特尼斯里兰卡，刘国伦马来西亚，13乔纳坦印尼，潘特伊英格兰，阿比安西班牙，内特恩爱尔兰，伍斯里坎斯印度，长山干泰日本，克拉乌兹匈牙利，苏唐于泰国12，金廷印尼，吉森和舒加拿大，王子维中国台北，莱维德兹法国2，李宗伟马来西亚。